你这礼数也太隆重了吧！您不是出城了吗？谁叫您逼奴才开过印信呢？奴才答应您要护您周全，不得不来。 怎么回事？您丢了一路的叶子牌，奴才想找不着也并非易事。若安诡计多端。 此处可留下什么可疑的物件？有，一炉香。你闻了？没有，我灭了。这个香炉摆放的位置十分的扎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看看，什么来路？哎，你没事吧？ 娘娘果然料事如神，福王已经进殿了。朝臣们都知会了吗？都知会过了。朝廷上但凡能说得上话的大臣都已经进殿了，不出多时，定能当场撞破那对野鸳鸯的苟合。这场热闹，本宫一定要亲眼瞧瞧。 端太妃何在？小朵，福王呢？娘娘说笑了，后宫之地，福王岂可擅入？原来你们俩合起伙来骗我！小朵，这么多年，本宫对你不够好吗？给你的恩赐不够多吗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 你为何要背叛本宫？娘娘可还记得，您养过一只全身白毛的细犬？您待它极好，就连旧寝也容它一同上榻。它也聪明，知道自己乖巧，才能讨您喜欢。但凡露出一点野性，您就差人将它打得皮开肉绽。这畜生就是畜生，让人给训一训。 也就服服帖帖，任人玩弄了。可是奴才不是畜生。